学一只，走朋友就，哎，奇怪，现在读取书这么久啊？吓死我，我以为我当了。我身上也不手抽吗？阿诺，这个游戏的阿诺，骨头，所以其实所有的狗人对不对？应该有手有脚。诶，今天的连线品质有点奇怪耶，国际服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我们先稍等一下。今天国际服有点问题耶，带路都有问题啊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单纯讲角色好了，读取太慢了。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啊！我都会飞天，这个应该是二技能。然后之后还有那个附身技，那附身技就是。今天我到这边，拜拜。看一下世界屏怎么样好了。爱过你，至少我曾经承担你。